起摇摆，三二一 clap Saturday night，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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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补充益生菌，畅享每一天。伊利每一天提醒您本期看点：潮流街糖果店即将开张，甜甜的他们来了。我听说你很想在这里做个生意。如果我想要开一家店的话，应该会起名字叫做“真底甜”。D 是那个迪丽热巴的迪。好巧，我也是那个迪。歌舞对决，哪个队伍能够拔得头筹？也可以，可以。跳得也太好了吧！拖垮他们，拖垮他们出去！这个。我们来听听看原唱的判断。完美，我觉得我们的舞应该改把，往这个方向改，是不是弟弟？魏征同鼓，他们不遗余力。大姨看这边，漂亮，漂亮，漂亮！这次他直接把盾牌拿走了，泼的你。热巴掌握了一个新的玩法，全世界都是我的，就该这么玩。默契和实力的较量，他们各显其能。广播体操，广播体操。接下来，四个字。你是人质。你是人质。靠，你是我的。什么一？老有所依。你们可不可以年轻一点呢？甜蜜沙滩争夺赛，究竟谁才是真迪甜？哇！迪哥和弟弟开挂了，他们也很快呀！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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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快，加油，成功了！迪哥，你在拍什么警匪片？撒糖！现场撒糖，等你来尝。你好，星期六首届合作伙伴伊利每一天，补充益生菌，畅享每一天。你好，星期六超级合作伙伴必胜客，必胜客好六，好吃好玩又好六。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好货好价淘不尽。今天有安乐传的朋友来到我们好乐街，欢迎他们。真的真的，我们期待很久了，然后呢，一个是巨期待很久了，也期待安乐传的朋友来好六街很久了，所以呢，现在来给大家打招呼好不好？我们从热巴先开始来。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在安乐传中饰演任安乐和弟子人，欢迎今天大家来到你好星期六，也来到安乐寨。Hello， 大家好，我是龚俊，在安乐传中饰演太子韩烨啊。Hello， 大家好，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呢，在安乐传中饰演骆明熙，欢迎各位，欢迎骆明熙。你好星期六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夏楠，在安乐传中饰演安宁。哇，欢迎安宁公主。
今天呢，为了欢迎这个甜甜的热巴，我们整个好六街有一种糖果的芳香啊，甜甜的味道。我听说你对我们好六街很有兴趣，很想在这里做个生意，想请问你想开什么店？如果让你开店的话，对的，因为我没有来之前，我也有听演员朋友们有说，你好星期六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火爆的街，就叫好六街。是的，对。然后今天呢，布置的这么甜，我觉得今天如果我想要开一家店的话，应该会起名字叫做真底甜，底是那个迪丽热巴的迪。哎，巧了，我说今天要开真底甜，我的迪达快递被收了。本身就没铺面，连个小摊子都被收了，现在又有人要开真迪甜了哈，好巧，我也是那个迪。是这样的，我确实觉得好六街可以有一个糖果店，但是老板只能有一个，要么就是迪哥，要么就是迪丽。迪丽、迪哥，到底谁能够成为最后我们好六街唯一的这个糖果店的老板呢？关键就看合伙人给不给力了。是的，我们看看初始的分队是什么情况，好不好？谁跟谁一队？那我就先往中间挪一挪了，不好意思哈。哎呀呀呀呀呀！毕竟今天是老板，感谢我的父母在我名字里面有个迪字，今天可以当队长啊。我觉得呢，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在今天游戏的过程当中，我想问一下泽林，还有没有更换队员的可能性？是有的，我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全场机制。我们所有人呢将会分为两队进行比拼，在每轮的输赢过后呢，我们会获得不同数量的糖果，在每轮拿完糖果之后就可以重新选择老板，最终我们糖果数最少的老板和糖果数最少的两位合伙人要接受我们的惩罚。也就是说，迪哥和热巴当中必有一个要接受惩罚。是的，不就是我吗？好，那一开始呢，为了让两位队长激起他们的斗志，我们是有一个很简单的气锤的游戏。这个游戏的获胜方将会在第一个环节里面有先机。游戏非常简单，就是你跟热巴石头剪刀布，赢的人拿锤，输的人拿小锅。啊，挡哈，打到头就算积分，打到锅不算积分。好，好，就特别特别简单，好不好？好的。没想到一来就有这样的项目。来，石头剪刀布，打，哎呦，打，哎呦，打，哎呦。可以，摇了摇了，厉害，可以了，激起了我的斗志，可以，一开篇，哎，一击就中啊！这上面抹了油，是不是这么那么滑？紧张什么？他反应很快，他拿到了，但掉了，特别滑，是不是？我们三局两胜，只要对三局两胜，还是你就算了，不，还是要试一下，还是要试一下。但是刚刚热巴抡过来的时候有棍风。好，来吧啊，准备，石头剪刀布，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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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也太快了，可以了，三局两胜结束了，好，那马上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开始撒糖，补充益生菌，畅享每一天，伊利每一天提醒您稍后看点，哇，大师跳的也太好了吧。拖垮他们出去，这个，我们来听听看原唱的判断，完美。我觉得我们的舞应该改把，往这个方向改，是不是弟弟？你好星期六首届合作伙伴伊利每一天，补充益生菌，畅享每一天。你好星期六超级合作伙伴必胜客，必胜客好六，好吃好玩又好六。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好，第一个环节考验大家的唱跳能力了。好，泽林给我们讲一下第一个环节的规则。我们会给出一个题目，全员需要按顺序，然后轮流答出符合题目的歌曲，每人需要演唱两句，必须要露出甜甜的表情。完成后由队员接力演唱，有一个队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出现错误的话，我们就将答题权交给另一个队，优先答对的那一个队伍获胜。而另一队是可以捡漏的，哦，就比如说他们已经唱出了三首，这个时候轮到你，你就可以很顺利的过关了。好，怎么样啊？后唱吧，后唱。但是他们那边其实挺强的，他们那边挺强的哦，我们也很强。刘宇宁，对呀，他们那边，哎呦啊，歌手，全歌手。
他唱过特别多的歌。对呀、啊，他肯定库存很多的。先唱，管他的，唱了再说。哦，他哦又敢先唱了，来唱。就是这个环节，第一个唱的是我俊俊。好开心啊，大哥。还挺自信。没事，我不怕。好六阶的百灵鸟。对对对，我。好，来。我们进，我们进。请唱出带有“乐”字的歌曲。乐，安乐传的乐。乐乐乐，安乐传的乐。乐。快乐。祝你快乐，分手快乐。啊，祝你快乐，分手快乐。你唱那个吧。行，来吧，来吧，来吧。祝你快乐，分手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Cool。他唱反了是不是啊？你要唱反了，好像应该一来就分手快乐，祝你快乐。应该应该祝你个是祝你平安。管他的，唱了再说。好，到第一个来，三二一，开始。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好，老秦。什么是快乐星球？甜美。什么是快乐星球？好嘞。我们唱生日快乐啊！好，来，你快乐吗？嘿，我很快乐。好，两句。好，来。楠楠，楠楠，楠楠，加油，加油！生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没事，来，请听关键字，热巴的巴。好，从下南开始，预备，预备，开始。爱的巴士总是走了又停，微笑望着广场向人群。爱的巴士，漂亮，爱的巴士有这个，来来一个，来一个。那就这样吧，再爱都去。那就这样吧，再爱都去。热巴的巴，热巴的巴。啊，这个不行、啊。那个巴是口字旁的巴，不对。哎，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OK OK， 好，一个，两个，两个了，两个。我头上有犄角，我身后有尾巴。好 ，OK， 三个了，三个了。巴比龙那个王嘉尔那个吗？哎呀妈呀，来，我会唱这首歌，我会唱这首歌。I feel like Babylon。等一下，等一下，来了，预备，开始，很精彩，很精彩，朋友们，来。I feel like Babylon。 漂亮。 OK。 哎，可以了，四个了，巴比龙。好，热巴。Can we see 能随便能讲的热巴？可不可以能随便能讲的喇叭？八，维语歌，维语歌，维语歌。阿里阿里巴巴，可以、啊。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没了。啊，那个巴士来了又停了。海德巴士走了。啊，海德巴士来了停又停。爱的巴士。爱的巴士总是来了又停。错了，唱错了，唱错了，不是吗？不是，这是这样啊，词儿错了。他说词儿不对。好，来到迪哥。爱的巴士总。迪哥准备。完了。好，来到迪哥，迪哥准备，迪哥来，迪哥开始，开始，开始。我头上有犄角，我身后有尾巴。漂亮漂亮漂亮，老秦，他刚告诉我什么来着？I feel like a Babylon。
你前面必须要唱那个哎哎哎哎哎哎哎，要笑着唱，要笑着唱，笑着怎么唱？快快，哎，笑一飞进，哎哎哎哎哎，来个飞来，把飞喽。好，到雨宁来。一只没不是那个，一只没有烟。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一直没有尾巴，一直没有影啊。他唱过特别多的歌。哎，好，到弟弟先来，弟弟先来，随便唱那么多。我头上有犄角，我身后有尾巴，尾巴。OK， 好，雪琪。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好，可以，来热巴。可不可以能随意能讲的热巴？好，来，哎哎哎哎 ，I feeling like feeling like Babylon， 哎哎哎哎 ，I feeling like feeling like Babylon。一时之间，在老秦版本的巴比龙和俊俊版本的巴比龙都是很难取舍哪个更爱。哎哎哎哎 ，I feeling like feeling like 巴比龙。哎哎哎哎哎 ，I like feeling like 巴比龙。一个投入感情，一个像朗诵。好，接下来是听到什么就跳什么舞蹈环节。我们现场呢会给出一段随机的音乐，嘉宾需要根据音乐来跳出该舞蹈的标志性动作，必须要露出甜甜的表情。表情管理，就按这个标准。这一轮现在到迪哥先来了，好不好？准备啊，来，请放第一首歌曲。怎么从这儿开始？啥呀？等一下，副歌。Lady Go。哦吼！哎呀！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哇！啊啊！我天！是。等一下，问一下，我们来听听看原唱的判断。不是这样，差不多，节奏完全没跟上。哦，对，而且我们。这个动作要慢慢的。好，来，我们音乐老师再放一遍。来，是老师示范，来。原跳。一样吧。Ready go。停下，挺好的。我说句公道话，弟弟跳的确实是好，但我觉得迪哥应该没过。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都按弟弟这个标准的话，这个游戏应该没有人能够拿分。玩不下去了，是不是？好，下面到老秦了。哈哈，加油啊！我想走。第二首歌曲，请放。给他一个容易的来。这什么？开花好像是。他跳过这个。我这够了，这两个八分。表情。我跟你讲，这个环节其实考验的不是舞蹈，是迪哥刚才那样的自信。自信，我跳，好，听到什么跳什么，好不好？哇，雨宁热了，来音乐起。手下，手，唱，自信。漂亮。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人是不希望雨宁过的，就是楠楠。可以的，自信自信。因为只要雨宁不过，他就不用接受挑战。加油，你可以的。只要你撑下来，这分就是你们的赖。音乐起。对吧，左手右手，左手右手，表情先赢，笑笑笑笑，左手右手，再见，这首歌唱出来，唱出来，快乐没有爱上我。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虽然是新来的朋友也很难过。我看向南的那个身材，我以为他会跳舞，你知道吗？但是他第一个动作出来，我就知道我判断失误了。再给这边一次挑战的就要没过是吧？弟弟来一个稳定的，来，预备，开始。那个极乐净土，五六七跳，哇，可以。好，下面，哎呀，自信啊，雪琴，就是对，我得会呀。你给两个标志性动作，然后很自信，就过了。过了。你好自信。反正我不会跳。好，来，李雪琴，开始。弟弟。这 Queen 卡咋跳啊？非常好，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继续。可以，我觉得可以，真的可以。对了，可以，过了啊，雪琴过了，来，安乐来了啊，来，热巴。完了。麦克风我帮你拿，来，请听音乐。这就是他们 ，OK， 就是刻在 DNA 里 ，DNA 的东西 ，DNA 的。这个真的有点撞上了。太好了。有点撞上了。俊俊，别开心了，就到你了。叫我，自信啊，俊俊，自信啊。龚俊，拖垮他们，拖垮他们，龚俊。俊俊，加油，音乐起。加油吧 ！Ready go！ 这个，哎，可以。我觉得可以。俊俊跳出了一种高启盛的感觉，你知道，精彩。哎，又有蒙古舞，又有藏舞。我跟你说，这是俊俊照着弟弟的跳的，我估计弟弟照着俊俊跳不出来俊俊那个味儿，太厉害了。这种只能由当事人你来评判他跳的对不对。完美，我觉得我们的舞应该改版，往这个方向改，是不是弟弟？哇，天哪！原来编舞应该编是这样才是好看的。是的啊，谢谢弟弟啊！哇，我好想看石头上。但是积一分，现在这一分来得不明不白。下面从俊俊开始来。好，请放歌曲。两个八拍，但是你连脚都没有勾起来，我觉得这个不能算。哦，这个
开我们。Lady Go。宫俊。你来跳。哎呀呀，不得了啊。轮到迪哥这边，首先从楠楠开始，来，楠楠做准备，音乐起。迪哥进组吗？刚才他跳那个，他跳那个。对，有这个，有这个。自信。对，自信。咱们主打就是一个自信。你管他对不对？对，你转，对。可以过了啊。好，下面到雨宁啊。哇，这到我。自信雨宁你可以的。自信啊。音乐起。这怎么说？五六七走。对，漂亮。太自信了，确实很自信。我不管，我觉得过。哎，真可以哎！朋友们，后期可以把雨宁两个舞捡起来，是一个舞，都有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我觉得他有一种陶醉在这个歌里的感觉。对，是的，我觉得就过了，虽然跟上一个舞有一点雷同。你真的会跳？不会，硬弄的。哎呀，老秦来了，又到你了，又到你了。加油，来，音乐起。漂亮，不容易啊。甜美，自信。哎呀，老秦不容易，因为老秦学的时候他是一条腿学的，他是一条腿学的，他现在跳两条腿、哎，加上人手不太会似的。对，好，下面第一个最后，压力好大，魔搞我，只要能够成功就成了，不要搞我，一个人加油，你可以锁定胜局，来，第四首歌曲，请放。丁字步站的，哇哦！哎呀！你还有喘，累死人。那接下来呢，就有两位队长决定自己三位队员进去拿糖果的顺序。你去吧。哦，好啊。楠楠先去。好。一二三，行不行？哎，那我就在有何不可等着热巴队的队员。好，我在开心玩吧等各位。好。你们这次有20颗，你拿多少？全拿了。留俩吧，给他俩留点。哎呀，下面这个环节，弟弟很厉害，一定要把弟弟争取留下。对，这龚俊真行啊！我懂了。下面请迪哥和热巴两位队长站到中间，我们进行这个环节的换队仪式。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后面的游戏跟反应力很有关，好吧，来准备，请选择，快来，弟弟，咱俩再跟那一队，咱俩必受惩罚。嗨，好，现在尘埃落定，请看看最后的结果。哇哦，哎，就是。哎，你俩真的开心吗？你
俩在我队里不开心了的，我俩听一听，纯纯让他逼过来的啊。他拿了18个，听一听，就剩俩给我们。对，但是最后是可以分的呀。最后我们一家我们就赢了呀。哎，最少的两个人要受惩罚。我们俩最少现在不是赢，我们赢的队不会受惩罚。会的，会的，你没听明白规则。哦，真假的？原来是没明白规则呀。你连规则都没搞懂啊？我就觉得俊俊不太对，你知道吗？我说下面这个环节弟弟非常拿手，一定要把他留下来。对，一定把他争取过来。然后弟弟就被他逼走了。你为啥拿那么多呀？你为啥拿那么多呀？最后能赢啊？我不知道，我以为我们队赢了，他们不会受惩罚。什么啊？我跟你说，现在这个环节大概率，从我目前很看好这一队。拼了！我告诉你，拼了，力挽狂澜。那现在带着这个队马上去换队服，我们马上回来。好的。接下来我们会有三个非常紧张的小游戏，而这回为什么紧张？是因为这回赢的队可以拿到25颗，输的队是15颗。哇哦！一下就赢了。对对，在比拼之前要告诉大家，淘宝88 VIP 5周年庆福利全面升级了。现在打开手机淘宝，搜索88好6，开通88 VIP 会员，就能免费领取各大平台的联名会员优惠，包括芒果 TV 会员、高德打车会员、饿了么外卖红包、夸克网盘会员、音乐平台会员等等。而且所有已经开通88 VIP 的用户都可以参与砸金蛋赢大奖的活动，有机会额外拿到免费的手机、888元大红包等奖品哦。记住赶紧去搜88好6。第一个环节和后面的环节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请泽林给我们介绍一下规则。是的，今天我们的3轮挑战呢都是互相关联。首先我们要通过第一轮的挑战赢得第二轮挑战的时长，而第二轮挑战的输赢关于到第三轮游戏的优先答题权。首先我们第一个要挑战的就是我们经典的321看这边，赢的队伍可以获得我们88秒的挑战限时，另一队只能获得66秒的挑战时长。第一轮我们要有请的是龚俊和热巴，还有小丁和迪哥。哇，你来那个，你来泼是吗？龚俊负责比，热巴负责泼，对不对？啊，然后这边是小丁负责比。啊，我是泼。哎，小丁给我传达眼神，我要泼水，我要泼水。啊，我是干啥的来着？你是挨泼的。你不用拿这个，你跟这个没关系。就是看着我，321看这边。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但是我是泼还是怎么着？你不用拿，你就你还能干多少事儿？你负责赢他，知道了吗，俊俊？你要负责赢他啊！好，来。那这防守是谁来？也是我来，是吧？也是你。对不起。哎呀妈呀！好，现在就是。咱还往你那挪，你放中间啊。先移到。紧张，你就说紧不紧张吧。紧张，我比他俩紧张。来，好，先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攻。来来，石头剪刀布。哎，这吓我一跳，吓我一跳。弟弟先攻，来。何老师站远一点。啊，对。哇呀，你能攻那么远呢？准备，来，321看这边。321看这边。太快了吗？是不是就这么快？耶、yeah ！好，现在龚俊进攻，来，来，龚俊进攻，来，321看这边，321看这边，321看这边，起来，可以呀、啊！不是，他另一只手把盾牌也拿上了。321看这边，打！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泼出是一个那个水柱型的水，对，一条，对，一条。完蛋了！弟弟，集中注意力，你不用让着你俊俊哥，没事儿。加油啊！来，现在1-1啊，1-1，来。哇，好紧张。俊俊防守，弟弟进攻。321看这边。321看这边。321看这边。慢一点，好不好？321看这边。漂亮！321看这边。漂亮！漂亮！漂亮！
安乐石化了。没事没事啊，你紧张了，你紧张了，紧张你会了之后你反而紧张了。对啊，就刚才你下意识的反应。对，好，现在2-1，可以啊。啊，工具，现在弟弟进攻，弟弟加油，来，3-2-1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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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我们自己不可以用手挡，自己不可以用手挡。你还挺聪明，还躲。我感觉我输了。你怎么不跑呢？坐在这儿的人不能什么啊？对，坐在这边的不可以用手挡。哦嗯、好，还泼吗？想泼了吗？我想泼。好，现在弟弟想要那个泼，好。你想换？你泼不了。现在是泼我了 ，K 哥。来吧，现在是工具进攻，来。大姨看这边，漂亮！大姨看这边，漂亮！漂亮！嗯，你又拿这个，给不给人机会？让不让人活？他上一次是抓住了这个盾牌，然后泼的你，这次他直接把盾牌拿走了，泼的你。我发现了。我一回头，正有一道绿光过去，就该这么玩。热巴掌握了一个新的玩法，就该这么玩，全世界都是我的。好，现在3-2，龚俊领先，现在迪哥进攻。你看这边，漂亮！你看这边，漂亮！看这边，看这边，漂亮！哇！你又泼我！就这么玩，就这么玩是对的，不要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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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弟弟漂亮，泼得漂亮啊！现在龚俊进攻。哎呀，打扮我真的缓不过来，就不自觉的就会躲。来，3-2-1看这边，3-2-1看这边，看这边，头太快了。弟弟的手有点太快了，没有，我看他先转了，先转了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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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继续，3-2-1看这边，3-2-1看这边，3-2-1看这边，漂亮，3-2-1看这边，漂亮，3-2-1看这边，漂亮，哇，哦哦哦，打得好，打得好，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哎呀，太牛了，太牛了！别夸他了，现在4-3了，你得赢，好不好？这局不能输，这局不能输，争取打个4-平啊！好，漂亮！看这边，3-2-1看这边，3-2-1看这边，漂亮！3-2-1看这边，漂亮！3-2-1看这边，漂亮！哇！哎，热巴挡得好快哦，挡是挡，没泼着人都，好快哦！杨迪、丁程鑫获胜。俊俊和热巴第一次玩，能够守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对，真的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好，辛苦了，请休息。哇，这个好不紧张啊！我们进入到第二个环节，名字叫做“背后版的心有灵犀”。好的，根据上一轮的挑战结果呢，我们两队都获得了相应的时间，分别是88秒还有66秒，然后我们将轮流进行挑战，是这样，每队的搭档呢，一个人在前，一个人在后，后面的人呢咬住口哨，从后背拉住前面的队友的双手来进行比划，前面的人进行猜题，猜对题目更多的一队获胜。首先有请的是我们蓝队的雨宁和雪晴，好，加油，来，你掰手掰手掰手，快，你就放心大胆的掰手就行，你只要别磨不开就行。好，来，计时开始，三个字，三个字，脸，嘴，刮胡子，漂亮，下一题，你还提醒我们哈，谢谢。打乒乓球，回答正确，下一题，四个字，四个字，练打太极，平心静气，哎，有接近了，吐纳，吐纳接近了，
深做深呼吸，吸深四个字，是啊，死了，我死了。你没有死，但是你，我残了。哎，雨宁，你给他做那个，雨宁，你给他做那个。不是，你不能离开他的手，抓住他的手。什么运功疗疗传传功疗伤？运功疗伤，回答正确。好，下一题。四个字，四个字。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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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架的鼓。回答正确。Yeah。啊，好聪明啊！下一题，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炒菜，洗衣服。哎，演得好。啊，打鸡蛋。然后呢？炒鸡蛋。制鸡蛋吗？蛋是对的。蛋，蛋炒饭。回答正确，下一题。掰手腕。回答正确，下一题。天哪，这还是，你看多厉害。三个字。哦。三个字，打太极。练太极。什么？指挥，哎，靠近了。歌唱、跳舞、合唱团，唱什么？唱山歌，唱，唱美声。回答正确。哇，没有一个错的吧？怎么回事啊？好，还有几个，两个字，两个字。射箭，射箭。射箭，射箭，好，不是射箭，是啥呀？拉弓，拔河，拉弓。哇，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运功疗伤哦，哇，好厉害哦，棒棒棒，脑袋转太快了，非常的形象，而且我觉得这个题，说实话，蓝队碰到的题呢有难度，但是雨宁很快的 get 到了那个比划的方式，然后我觉得雪晴有个优点是不停的猜，不停的猜，是的。下面要上的是热巴和俊俊，来，请上场。我不一定能猜中一个，你知道吗？放轻松，我们看看安乐和韩一的配合，来。呀！哎呀，好看，好看。来，各位请不要提醒，计时开始。四个字。1、2、3、4、5、6、7。做早操。哎，四个字。四个字，这个健身操，做健身操。广播体操，做广播体操。好，三个字。打麻将。回答正确，下一题。三个字。唱美声，唱美声又来了。还是唱美声啊？唱歌曲，几个字啊？三个字。嗯。唱歌，这歌唱家，唱指挥，这干啥呢？唱给观众，哎，有观众的。唱给你。我觉得俊俊你可以模仿一下。哎，我在舞台上，三个字。这啥呀？这啥呀？大家一起来，你好星期六。三个字。星期六。这是啥？过吧，要不这啥呀？要不过啊，过啊，下一题。哇，这个难，这也太难了。一个一个的来。你是人质。你是人质。你是人质，我笑了。俊俊，你得在他身后，你得在他身后。泰坦尼克号。依靠你是我的，不，那个依靠，什么依？老有所依。老有所依。
们可不可以年轻一点呢？这是什么？飞。飞的是什么？鸟。嗯。飞鸟依。飞鸟。嗯。我依你。依他们呢？小鸟依人，小鸟依人，小鸟依。回答正确，下一题。好，好，这个容易，这个容易，三个字。涂口红。下一题，回答正确。四个字。望看着我，什么四个字是吧？啊、对。望梅止渴。望。他，你看他在干嘛？他在回头看我呀。哎，回对，回是对了。回望，回眸，回眸一笑。回答正确，下一题。好，四个字。来。这啥？真心拜。不是拜风啊。策马奔腾。嗯。策马奔腾。马是对的。这咋了？马转，转马。啊，旋转木马。嗯，回答正确，下一题。三个字。打腮红。对，是脸上的。化妆。打灯光。四。啊。灯光打我，灯光打我，防晒霜，太精彩了，真的。刚才那个啥题，那个很难的，演唱会，演唱会太难了，那太难了。他们的题偏难，三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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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会太难了，解救人质，老有所依，老有所依，老有所依，小鸟依人对你们来说真难哈，老有所依。真的，我觉得太行。我觉得俊俊已经想办法绕到前面，让他靠着，然后解救人质，老有所依。因为他拿手。然后我说你把他头看，看着老有所依。我主要他拿那手比着他脖子。那么我们最后一个小游戏叫做数你最会画。好，规则呢是这样，每队派出一个人呢进行同时挑战，我呢会按顺序来报题目，参与者呢用画画的方式来进行记录，记录完毕之后呢我们会随机报出序号，参与者通过抢答器抢得答题权，答对的话就可以积一分。这一轮我们要有请的是雨宁和老秦。好，哦，来，不要慌不要慌，请注意它的速度会非常快，所以就简笔画就好了。好，不要紧张啊，不要紧张，来，挑战开始。一号运动鞋，二号面膜，三号伤口上撒盐，伤口上撒盐。四号葡萄干。五号跳跳糖，五号跳跳糖，六号鸡飞蛋打，七号纸巾，八号棒棒糖，九号王鹤棣，九号王鹤棣。十号蒲公英，十一号草莓，十二号增高鞋垫儿，十三号鞭炮，十四号牛仔，十五号狗急跳墙。慢点慢点慢点。十六号快递，十七号雀斑，十八号蹦极，十九号珍珠项链，二十号大米，二十一号外星人。俩画的一模一样。
22号弹剑刺，23号手表，24号皮蛋，25号购物车，26号孙悟空，27号面粉，28号手机，29号小龙虾，30号大大大大大红包。大大大大大大大五个大。我的天哪！哇！一堆象形文字。来来来来，趁着这样好。首先第一题，因为刚刚迪哥他们队获得了胜利，所以第一题由雨宁来答。啊，第一题由雨宁来答。来，请听题。8号。棒棒糖，回答正确，漂亮，好，哇哦！下面手放在抢答器上，好，来，准备，15号，好，来，老秦回答，好样的，好样的，15号，先猜一个。来，你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能离开他。来，3、2、1，15号。你咋不说话呢？你咋不说呀？你咋不说话呀？哎呀，你说呀！好，继续抢答雨宁。狗急跳墙，回答正确。漂亮。啊，那他的不是人吗？这是王鹤棣。对，不是。你告诉我，他画王鹤棣和画狗急跳墙画的一模一样。哎，你俩画的一模一样。不一样，这带助跑的，这是带助跑的，这个是带助跑的，你没看见吗？ You what？ 没关系。好，现在2-0，有机会啊，手放抢的器上，不紧张，手放抢的器上。我跟你说，你有机会，因为雨宁有两个没听着。OK， 加油啊，来，我有7、8个没听着。好，来，请听题。22号。好，来，老秦。这是那个另外一位。谭健次。回答正确。我真的要给大家看呀，这是谭健次。多残剑刺啊！2-1。好，现在2-1，来，手放抢的记账，不要紧张啊！来，16号。16号是什么？这是啥呀？这个是快递啊！快递？哪有快递呀？有。快递，回答正确。好像有，好，来，来，2-2，来，直接往下按，不要再抬起来一下再按。来，请听题，21号。好，来，雨宁，看 ，OK。外星人，回答正确。手放抢头器，来，来，准备。25号，好，来，哇，这就是他没听到那个，完蛋了，啊，空白。25号是，小汽车，没这个题啊。回答错误啊，来，购物车，回答正确。哇，太牛了！好，还有一题，我们要换题型了啊！来，好，来，准备。30号，好，来。大！哎，超大的红包！不是，大红包吗？五个大。
不对，回答错误。啊，这么严谨吗？来，大大大大红包，大大大大红包，回答错误。五个，五个，五个，大大大大大红包，大大大大大红包，回答正确。好严谨啊，咱们太严谨了。好，现在呢，请各位拿着你们的题板，还是你们下一个题型是要找号码了啊，比谁手快。我们的第二轮呢，挑战将会升级，我们两队都使用的是专属金锤子，并且根据我给出的关键词物品，挑战者需要找到相对应的金弹序号，并用锤子砸开金弹进行验证，优先砸对金弹的那个人获胜。而这一轮的比拼也请我们现场的嘉宾们来一起试一试，无论是金蛋里砸对什么，今天淘宝都通通送给你。电视机前的88 VIP 会员们也可以上淘宝参与同款砸金蛋赢大奖的活动。一下苍老了很多。这里面就没有不存在抢不抢答，你就去找准那个去砸，谁先砸谁就赢，好不好？准备啊，听好题啊，听好题啊。请问手机在几号？对不对？他砸的是，他砸的是28号。28号是回答正确。哇，下一题，请问运动鞋在几号？他砸的是1号，1号的答案是运动鞋，漂亮。刘宇，你加1分。请问面膜在几号？哇 ，yes， 对了对了，这个其实跟在哪个位置，因为他们俩都还挺记忆力都非常好。面膜回答正确。好，最后一题，请问手表在几号？他砸的是23，是老秦对不对？对，他画的很像那手表，23是手表。回答正确。哇，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牛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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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呢，迪哥队将会分25颗糖，而热巴队可以分15颗糖。Yes， yes， 我们还赢了哈。哇，真的从金蛋里砸出了好多奖品，比如这个手表、运动鞋、面膜都是非常实用的，还有手机和888元的大红包。如果你也想要的话，就马上打开手机淘宝搜索88好68，开通88 VIP， 让你在各种生活场景里都成为尊贵的 VIP， 买一张会员卡就能免费领取各大平台的联名会员和优惠，比如芒果 TV 会员、高德打车会员、饿了么外卖红包，以及夸克网盘会员、音乐平台会员等等。最后的重磅预告，88会员节将在8月8日晚8点开卖，抢100元消费券还可以叠加跨店满减，超值划算，快开通88 VIP 和明星嘉宾一起玩同款砸金蛋的游戏吧。哟，那接下来我们的队长将会如何分配的糖果顺序呢？我们拭目以待。来吧，25个不是吗？啊，你俩一人拿10个，我拿5个。那不好，我俩不能干，我不能干这种事儿。可以，可以，我可以，我能干这个。让弟先去打个样，给我打个样。有25颗，25颗，直接倒进去吧，要不小丁。我真是这样想的。你这样说的我很难堪啊。不对，是。看我弟什么操作。那么多雨，你得装这么久啊？还几个？2、4、6、8、10。我拿5个吧。可以。我刚才以为，你以为？我以为我们队的不会。没有、哦，他跟队长，队长和队长比，然后所有人再比一轮。对。糟糕，没事，没事，对不起他俩，没事，对不起，对不起，他现在那边播的是，那还是这个队香哎，没白来，真的。
我真的好感动。好，下面我们依然请两位队长站到前面来，我们最后一次换队了，走着，来吧，请选择。下面这个环节跟体力有关系，没关系，开玩笑的，开玩笑的，还没大结局呢。感觉有些骚动，有些骚动，对不对？欢迎欢迎叛变。是这样的，俊俊来你这转了一圈，溜达了一下哈。对，他其实只是想开个玩笑，但是热巴连玩笑都不让他开。我没激动，我都不知道。好，给你看看啊，你回头看看，你回头看看你这些支持者们还在商量啊。怎么了？怎么了，队长？我一回头，没走吗？还是没走？没走。我们在商量一会儿怎么把我们的糖给。没有没有，队长，就剩咱们仨了哈，好六的人。什么咱们仨？哪你们仨？你们仨？你们仨？我觉得没关系，其实赢是最重要的，好不好？是的，还是要赢后面的游戏，好吗？好，那下面呢，我们会请那个老秦跟雨宁交换一下队服，然后我们到对面进行最后的比拼。最后的比拼。好的，现在呢，我们场上的局面可以说是扑朔迷离，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一个环节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而这个时候呢，同样来自我们安乐传的两位优秀的演员陈涛和王艺婷来到我们现场，欢迎陈涛，欢迎艺婷，欢迎。来，请两位给大家打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别没事没事，你们干啥的？来站中间，这表示你们的中立立场。他们现在你们发现他们没有穿那个队服，因为他目前的身份他们是超级外援，他们是中立的。啊，我是中立的。对对，不紧张不紧张，来介绍自己。我不属于任何一方啊。对对对对对。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涛陈大浪，我在安乐传中饰演温硕。好，欢迎。好，下面艺婷。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艺婷，在安乐传中饰演花魁琳琅。很高兴你们一起来玩。好，那是这样的，接下来这个环节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请这个泽林给我们讲一下规则。好的，两组成员呢，我们两两搭档间隔坐下，通过猜拳来决定谁先攻击，然后选择另一组的任意一对搭档进行攻击，在他们的头上捏爆一个水球就可以开始追逐。所有搭档必须用指定的姿势来追逐，追逐两圈之后呢，追到的搭档或者是逃脱追逐的搭档呢，可以积一分，最后积分更高的一组获胜。请各位注意，这一次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因为获胜队有30颗糖果。是的，失败的队伍只有20颗糖果，而我们陈涛和艺婷他们只要身上有分，他们将会采取特别的方式，通过抽签抽到第一个队，他们的糖果就加到第一个队。哦，抽到热巴队，他们的糖果就加到热巴队。那么下面首先请两位队长石头剪刀布来决定攻防顺序，赢的人先攻。石头剪刀布，耶、yeah, ！我变了，以为我还会出布。耶、yeah. ！好的，是这样，因为我们刚才说是按照这个指定的姿势，这个姿势呢，就由我们陈涛和艺婷来给我们演示一下。看这边，看这边。好，这是我们的双人舞姿势。来，别搞太难了，别搞太难了。我们得把这个手拿出来，十指紧扣，然后左脚往前，右脚往前，往后，就是扭腰子，这是一个秧歌步，扭腰子，然后加快，再加快，也可以带上手，对，带上手。这个秘诀就是往前走大一点，往后腿小一点，往前走大一点，往后腿小一点，往前走大一点，往后腿小一点，往前走大一点。左脚，右脚，右脚，左脚，左脚，右脚，右脚，左脚。咱俩得那样式的拿，那怎么说？那好，那所以迪哥，你们是你跟弟弟先进攻是吗？对，我们先。好，那你们两位来，涛涛和艺婷，请坐好。好，现在可以选择你们要进攻的目标。来，准备。追他！追上了。不对吧？不太对吧？弟弟被一把薅住了。都没想到，不会吧？是这样吗？什么？有完事了，迪哥。哎，我说对了吗？对啊。对啊，你们刚好对的时候，我一步就出来了。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刚才俊俊
跟热巴有没有手拉手？有。那就是挑战成功。好丢脸啊！坐吧，没这么丢人过。坐坐坐，他们俩坐，他们俩坐，他们俩坐。啊，我们开始，我们从这儿开始是吧？我帮你调整。是从这儿开始。我们快走吧。啊，我明白。不然就一出来就被抓到。好，请选择你们的攻击目标。嘿嘿嘿。等一下，哎，别走啊！不是要走那个步子吗？啊，不是，是扔的，小哥。只有捏爆之后才那个才要转一圈啊，转一圈。他俩也可以扔不？可以。哎呀，我别扔他俩，别扔他俩。走！陈涛的腿已经打结了呀！加油！太慢了，你们的频率。太慢了！左右。不对，还有一圈，还有一圈。不对，还有一圈，还有一圈，还有一圈。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这俩太可爱了，同时坐下来了。我们的规则是两圈。好，下面要变成我们的大浪和依婷。对，其实我们只要跑起来，谁都抓得了。哪个呢？哪个呢？你选吧，你别告诉我了，你别告诉我了，给我个惊喜。他会不会选择他最喜欢的第一个？跑！哎，咋不跑呀？跑！哎，咋不跑呀？你送分呀！往那边跑！他捏完之后，而且你们往哪儿跑？这边跑呀！对，这边跑呀！对，我这边。哦，我那边。那你为什么？他们俩凭什么给我们示范？刚刚自己跑的时候，脚都扭在一起了。因为他们刚才已经积了分，然后又给你们送了分，如果他们待会儿抽签抽到的是你们的话，捞着了，那你们真的里外里捞着了。确实，来坐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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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整工具他们吧，挑战一把，他们追不上我们的。这俩可能要扔我们。坐吧，坐吧，你看他俩，我，你想好没？抓谁啊？刘宇宁他们吗？我胳膊超级长，我跟你说。来，准备。这俩、不太老实啊，这俩应该不会商量。不是，这商量啥嘛？就这几个人，不能选同队。我有点害怕了都。我一步超级长，我跟你说。好，好，好！快点，快点的！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哇，这边跑得好快，好快呀、啊！好快啊！快点的，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哇，这两位不知道如何前行了。哇，腿长又有什么用啊？我与您。哇，这边跑得好快，他们好标准啊！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他们好快，你看他们好快。哇，皮哥他们快追上他们了。一二三，来，你俩是秧歌队的吗？哇天，哇，好标准，好标准，坐吧坐吧，算了吧。我的，哎呦我天，你哇，气死了，气死了。重点是。雨宁他们累成那个样子，并没有做对过一次。是我观察了雨宁，他没有一个这个退的动作，他只有大步、小步、大步、小步，而且他很累，不知道为什么。好，这个前面有两位职业选手，真的太厉害了。我怀疑真的是某个秧歌队的，真的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所以呢，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世界的参差，我们就变成下面这个双人游泳圈版了啊。好，我们请各位带一下游泳圈。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好。哎呦，哎，这个好走，好走，这个好多了啊，是不是好多了啊？这个就是跑啊，就是跑，两个人同步就行，就行，就是跑，依然是顺时针跑两圈啊，还是跑两圈，顺时针跑两圈，两个人要统一啊，这样，这样，我扶着这边，然后这样，你拔点，泽林小心离开那个战场，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好嘞，毕竟是咱俩了，我感觉啊，学习你猜错了，不可能是你，真的开始砸。哎呦！哎呦！哎呦！他砸我腰眼儿！快跑！快快快！快跑！一圈，还差一圈！好，加油！他们已经快被刘宇宁追上了，刘宇宁的长腿发挥了优势。哇！抓他们！抓他们！接上他们！哎，都到，到了，到了，你不是躲他，你是追他呀！你们追他们，已经跑完两圈了。啊，都到了，到了半年了，都到了。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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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他不会服这个游戏，可以了吧？好样的，雪晴，你可以的，加油加油，有希望！加油！刘宇宁累了，加油！好样的，雪晴，你可以的，嘿，小宝贝，嘿，哎，可以了，哎，可以，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我怎么老觉得少一圈啊？不少。好，帮我拿一个，老师。等一下，等一下，丁哥，缓一缓，再缓一缓，缓一会儿。准备好，准备好了。要不咱缓一下，缓一下。喘口气儿，喘口气儿。先绕一圈，绕一圈。其实，说实话。丁的一队长是对的，消耗他的体力。但是，哎，雨宁，你们是不是不好意思再盯着他们打了？你们可以把球交给你们同队的人，缓一缓，保存实力。哦，我来是吧？ Yes， 我要吐了，我要吐了。你是来坐一会儿，来坐会儿，来坐会儿。我坐这边上来，下来点。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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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迪哥的一只脚。快跑！加油！成功了！坐，坐下了，坐下，成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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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哥，你在拍什么警匪片吗？天哪！祝贺！没抓到吗？周俊和没抓到，没抓到，差一点，差点儿，差点儿，真的累，完蛋了。完蛋了，给他们拿一个，你俩完蛋了，你们肯定能赢，不是吧，别别老太累了，太累了，换一个人真的。不不不，没抓稳，没抓没抓，搞什么没抓稳，浪费水球，手都抖了，手都抖了，不在呢，对，快跑！快跑！热巴加油！加油！还有一圈，还有一圈，加油！杨杨，热巴加油！杨迪加油！加油！啊！哎！哎！哎呦我天！哎！还有体力吗？我俩要不缓缓啊！我俩要不缓缓，缓缓，又上他们来，来，
走。我的天，好，做好准备啊。其实打你们，你想你应该打打他们了，他们在做准备。要不然交给你们，没准那就是你们的队员，要不交给他们好不好？最后一把交给他们，好不好？你们休息一下。来，大浪，来吧，你来吧，这回。现在看你们的判断了啊。这个一捏就爆。对，一捏就爆。今天狼不狼狈？你去感受一下，先小跑一下。我觉得是咱俩。哎呦！哎呦！哎呦！快快快快快快快起来！快点，快跑！我们加油！快起来！快点，快点，快跑！加油！快点，快跑！弟弟加油！快跑，还有一分！快跑！快快快！放过他们，没准抽签就是你们的分呢。好，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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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迪哥他们被砸了之后直接懵了。如果追一下该多好！他摔了。好，比赛已经结束了。陈涛和易婷身上还挺多分的呢，对不对？他们身上有两分，现在要看这两分到底是归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迪哥队和热巴队战成了3-3平，所以你们抽签是哪队，哪队就有30颗糖。哇哦！我给各位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箱子里面有一颗粉球，有一颗篮球，抽到粉球分数就归粉队，抽到篮球分数就归篮队。易婷去吧，到你们一起。一起吧，我们一起吧，来，你俩一块一块快滚，一起啊，我都有点紧张了。蓝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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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色粉色粉色蓝色蓝色蓝色祝贺杨迪队获得了30颗糖。耶，没白跑，没白跑，没白跑，白跑了，白跑了，白跑了。好，现在呢，我们依然是在有何不可和开心玩吧等大家。然后拿完糖之后，我们就决定每个人手上的糖，即每个人决定要投给哪位队长，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最紧张的选老板的环节。是的，到底是迪丽热巴还是杨迪将成为真迪甜糖果店的老板呢？那现在大家依次投票，请各位注意，不管你手上有多少颗，你只能选择投给一位老板。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投票了，从我这边。行，好，从雪琴先开始，请选择。如果选择热巴的话，请投到粉色箱子；如果选择迪哥的话，请投到蓝色的箱子。那我只能投迪哥呀。每次惩罚都是我没意思，我要看迪丽热巴受惩罚，观众也要看。迪哥呀，我太惨了。
是吧？嗯。下一位，宫俊，投这边。知道哥。我真的好紧张。没事儿，很舒服的。对不起了，爹哥。谢谢，好，下一位。对不起了，热巴。雨年。好，下一位。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发表。朋友们，恭喜迪丽热巴成为我们好六街真迪甜糖果店的老板，而你们四个其中有三位要接受惩罚，你们自行决定。算了吧，你算了吧，你算了吧，算了吧。你看他这样搞，我又过意不去。好，好，当然不是，咱们不得让一道吗？你让一下，不玩这些，前面效果够了。好，一让不让，谁在 C 位？给你们排位置，来吧。感受感受，比分比较靠后的三位，他们决定挺身而出，为落败的老板杨迪来代为接受惩罚。那么下面准备，3、3、2、1，开始惩罚，开始惩罚。这太多了啊！今天我们的好六街的真迪甜糖果店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下面我们给我们现场亲爱的朋友们，好六街的街坊邻居们撒糖。补充益生菌，畅享每一天，伊利每一天提醒您下期看点。好六街社团招新大会，两大社团招兵买马。我是很难早睡的早睡社，加入早起社，票房能大卖。已经开始招新了。有时欢喜，有时愁。我不想加入你的社团。魏大勋，我不想去你的早起社。来，把你社长的位置让出来。默契出走，你放我猜。第二个字。不要跟我害羞答题，快点！怎么亲一下？什么亲一下？我，你亲对象？救命啊！心动考验，你走过去，为了能帮到他，此时你会输给你，这样我就不会输给别人了吧？我就不会输给别人了吧？太会了吧！131，131！看到他侧脸很帅，结果被他发现了。你是在拍我吗？此时你会。哎，你们看小丁的耳朵。救命！雷要不要去死一死呀？新朋旧友。谁能打我屁股？谁能技高一筹？什么？哎，你们搞什么？下周六晚7:30，社团招新大战。这啥恩怨呢？不见不散。你好，星期六首届合作伙伴伊利每一天，补充益生菌，畅享每一天。你好，星期六超级合作伙伴必胜客，必胜客好六，好吃好玩又好六。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好货好价淘不尽，感谢首席合作伙伴伊利每一天，补充益生菌，畅享每一天。感谢超级合作伙伴必胜客，必胜客好六，好吃好玩又好六。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期待。
以上就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的全部内容，上淘宝好货好价淘不尽，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你好星期六，你好漂亮，感谢你好漂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下周六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们要下周六再见，再见。